以优秀的人物设定和扎实的战略乐趣而闻名的《召唤夜想曲》，就在今年迎来了系列作的第15周年。而在这次东京电玩展期间，也宣布了即将于2016年春季在 PS4 与 PS Vita 平台上推出最新幻想式模拟 RPG《召唤夜想曲6：消逝的境界》的繁体中文版喽。这次大家冒险的地点是一个全新的简世界菲尔加，它被一道巨大的绝思壁从先前系列做的世界林巴姆给隔离开来。相隔甚远并且互相不认识的男主角拉球与女主角艾姆两人将因为一个共同的契机而朝向绝思壁展开冒险。至于后续更多的报道，就请大家锁定电玩风咯。